先先插入你個卡位打，頂頭你會見到卡位打連接咗，跟住開 ES 綁個瀏覽器，撳左上角地球同電話嗰個符號，揀 USB Drive， 入翻相片個資料夾。長按你想要的相片，右邊會有 tick 咗幾張之後，按左下角複製，再揀左上角地球電話的符號，找回 SD 卡零，跟住按下面新建那裡，就給一個名字新資料夾，我開個叫全相的啦。跟住你會見到全相資料夾，撳入去，撳翻左下角粘貼，就會插喺三張相機度。跟住長撳幅相，又係揀翻三個 tick 曬相之後，撳下邊重命令，入翻檔案 number BKN。日期啦，跟住職號啦，之後喺數目字嗰度揀第一單101開始，佢就會自己改為101、101、103三個啦。咁呢個步驟已經做完啦。